距离和空间里的关系，什么样的人际就玩什么样的游戏，可以不讲道理，可以不合逻辑，因为天生无敌，谁都惹不起。爱情是未知的结局，至少拥有美丽的回忆，一切来之不易，请先切珍惜。我今年27，年龄不高也不低，工作在一家外企，做个傻白领，谁都看不起年龄。每天忙着工作，不来打理自己，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人民币。没关系，谈恋爱就像狗熊掰玉米，抓一个丢一个，还有一个在手里。条件差的你看不上，条件好的看不上你，你若敞开心扉，好男人就在隔壁。我今年31，早已嫁作他的妻，刚刚结婚那两年真的很甜蜜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默契变成了疏离，是他变心还是我多疑？爱情大事我问你，爱情会不会过期？白头到老只是个传奇。婚姻是爱的目的，还是爱的目的地？走到哪里算完美结局？嘿 lady， 请别灰心丧气，每一段爱情都有保质期，你应该放进冰箱或者加点防腐剂。婚姻就像做生意，要学会经营，学会打扮自己，制造新鲜刺激，保持安全距离。